你一直带住嗰个口，唔通你仲对佢念念不忘？你已经长大啦，有啲事应该放低嘅就要学识放低。点解你要咁样做啊？你信个妖女，我哋唔信。既然赵敏咁样对我哋，咁我哋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倚天屠龙记今晚8:30翡翠台。